一纸榴莲兄弟的帖子，他说：“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，欧盟将继续向对俄罗斯提供重要技术的伊朗以外的国家实施制裁。你已经被盯上了，看样子人家在收集证据。和欧盟的生意体量很大，是和俄罗斯的十倍都不止吧？”想把经济搞好，就要守规矩，要为全体人民着想。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了？为你着想，为你着想，人家都不存在了，为你着想，想得美。人家要为自己着想。不要。